下次就给他抓到了，就是法轮功啊。哦，是他打法轮功的那个。哦，就是他呀。奇迹人的这里是美国，都是合法的，他白也是合法的，受法律保护的。你这样做，你不是违法的吗？这是华裔吗？当然是，他讲中国话。哦，这个人是讲中国话的，但看着有点像老外呀。我像韩国人。西班牙语一样，对呀、啊，你有听见他讲中国话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哈，一直来没有。啊。哎呀，还真是个华裔，是华裔，他还微笑呢。是华裔，他刚才转脸过来的。我就是这样，大动干戈。这他一出门就抓到哈？没有给他转了好几圈了。哦，这个人呢？他是人家发现他的吗？也不是人家发现他，他刚才走到这边来，警察那边等他看见，因为他有监控的视频拍下来的。啊啊啊！就是警察看到他的，发现他的。今天早上在这里来来回回走了三次，也不是按照道理来讲，犯罪也是算不上。他是怎么了？啊？他是怎么了？他是把法轮功落子用脚踢掉。哦。踢掉嘛，人家就报警。那肯定了。是人不是了，他这个关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又没有打人，又没有伤人，是吧？关一会儿做个笔录，让他出来他就出来了。哦，就这样哈。很别，他只要是美国，他只要是美国公民，他是公民的话没有事的。他百分之百是公民。那他不怕吗？他进去了，跟着警察就这个做个样子。做样子哈。他进去之后，他会问他怎么认错吧，写个认错书，然后欧巴人走了。对，就保证以后不干这事了，是吧？就这么简单，因为他没有什么造成后果啊。又没有伤人，哎，又没有打人。我最严重是你把人或者不知道怎么弄伤了，你有可能给你要，但是也是去钱了，就是你拿钱喽，你给人看病喽，就很简单了。你还要为了就对不对？人告你的话就要打官司嘛，就很简单。对对对。但顶多关押个几个小时，人家也不愿意关。啊，就几个小时啊？几个小时？这有几个小时都不一定。进去的时候他就可能更快出来哈。认个错，他会认错，又会要写个认错书，签字，就会有案底。对，他是肯定会有案件，不是很关很久，要押签字画押嘛，肯定会的。对。我朋友以前就跟老外打架了，吵架了，然后他是服务生，然后就吵架了，一攻击人家就是扔东西的，扔了一个东西，没那种伤，进去之后一会儿出来了。哎，很快哈。他也是公民，然后进去，但是就是有案底。哦，这个要留案底。当然了，你要签字嘛，这块就是说保证不住完事了。再犯了也没关系，一定不怕吧？哦，他这个应该这没有什么案底的。他不是会牵扯，他用了。这个已经上了警车了。对，已经上了警车了。看，这个警车的后座上，是一个华裔。他怎么会咋呢？那只有他自己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就在这里抓到他了。对，就在这里。